又开始了，这次有希望吗？不知道。你看这，公总给咱们投那五百万还剩多少？3万多。啊，3万多？那这次要失败了，我们就都完了。理论上是这样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嘛？你小点声。 你上次不还说还有200多万吗？上次之后，高老师重新换了个方案，仪器也重新调整了一下。这次能有希望吗？能。能？你每次都说能。那你希望我说什么？这次真的有希望吗？ 高老师怎么说啊？算了，现在高老师说了也不准。刘洋怎么说？能不能镇静点？前后1000万都花进去了，你让我怎么镇定啊？你去赌场也没有这么花钱的吧？闭嘴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全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别浩文，你能不能长点出息？ 难怪顾小林看不上你。对，小玲，小玲管我，小玲打电话。小玲最近怎么样啊？就那样呗。你好几天都没关心过她了。 恭喜我，祝福我。小玲出什么事了？她朋友圈发的都是什么呀？嗯，说话呀，你看看。小玲跟何木签了婚前协议。 何木能给我，我想要的。你为了钱，你出卖你自己。你懂个屁！你既然动什么，你卖他，你不如卖给我。好啊，何木现在出500万，你出多少钱？500万，我给你。那你现在给我转账。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是没有钱，你唧唧歪歪干什么？我没有钱，只是暂时的。你暂时没有钱，你暂时是个穷光蛋。 你的暂时就是永远。我赌博成功了以后，我值3个亿，到时候等着后悔吧你等着。你给我滚！滚！小玲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跟你说，你肯定后悔的。你不就长得漂亮点吗？你不就身材好、性格好吗？我一定要买了你。 想不明白，为了500万就把自己卖了。不许你这么说，小玲。何木有何木的好。他有什么好的呀？
不就有两个臭钱吗？这次必须成功，这次肯定成功。 您是不是怂了？我高中到这辈子就没怂过。那为什么到最后一刻突然喊暂停啊？您在我心里一直就是一个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打不死誓不怕的高老师。但这一次，我有点怕了。 怕什么？我怕要是失败了，咱们实验室不得不关门。关门了怕什么？我不怕，我已经认了。我这辈子就是个失败者。但是这些工作人员，刘洋、你，还有浩文，他们寄托了那么多的希望。 付出了那么多的金钱、时间，甚至倾家荡产。如果这次失败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。32岁之前，我也没有失败过。但是创业来电了，让我失去了一切。当时万念俱灰。 逃回了老家，但是现在回想，让我成长最快的、收获最多的，反而是那段失败的经历。你不怕失败？怕，但我更怕放弃。只要不放弃，失败就是成功的台阶。但如果放弃了，那失败就真的失败了。 那如果这一次失败，你就不得不放弃了。不，只是暂停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实验室重新运转起来。有可能这辈子你看不到成功的那一天。如果半途而废，我这辈子肯定看不到成功的那一天。我们继续。 继续，高老师，我离开老家的时候，我爸跟我说，开心是最重要的，享受奋斗的乐趣是最重要的。 你爸比你有智慧。呵呵。